三去撞到我身上。游戏开始吧。如果照你的算法这样也可以。麻烦就是奴隶跟长矛那一手，这一副套牌小小缺点是单节不够。小小的缺点就是单节不够，没有办法下很多很多的东西给他。我闻到鲜血的味道。我也不能强求什么、啊，对啊，就老虎自己兵啊，然后寒冰剑去打那只六月。相公啊我。不能说没有，应该还过得去，火球就两张。谢谢你的谢骑士，谢骑士，谢骑士。有意思。他把所有单节都拿嘞，他把所有这地球可以毁灭别人快乐的东西都拿了。你真是个好玩家，我应该要向你致敬。他下这两个东西，直接把我人生都打挂。来我身边。你可以拿去喷掉了，就不要下这个了。这只还不是，等一下，他这只还不是这只发现的、欸，他这只跟这只无关、欸，他发现两只是分开的、欸。你就是，需要修理东西吗？这样子训犬者，不知道，他就手里有两张野兽是自己发现的。他墓穴第二只墓穴之是不是自己的、啊，不是发现的、欸，是。长矛，救我！这也可以，先等了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钱还出来的。
他职业传说都是野兽啊，所以。怕冰冻陷阱，冰冻陷阱挂。也不用冰冻陷阱，这里下什么？你算算算一算，你应该都挂了。我觉得，这怎么会有救？你觉得这副套牌拿什么救？对不对？这只不永远不能动了。达拉然之力来了。我也可以不要打下达拉然。然后他沉默打我脸。哎，错了吧？好吧，打得好，将军，做得好。这你能说什么呢？他就这样啦，他就这样啦。你那个你，我问你，你拿什么会赢？我连长矛可以秒解加斯瑞拉，我都觉得我是奇迹了。然后下一秒我还是死了。我连抽寒冰剑挡他一轮的，我都觉得我会活下来，我还是死了。